道理啊。给我发了，发过来。嗯、哦，发了，看一下吗？哦，看一下。等啊，这人多不多不多？这人？人还可以。说是车展，就是车展销会嘛，很小的这车不多。哎呀，这人这场地分好几排。他主要是卖车的，主要是卖车。看看有啥玩意儿。奔腾标着这儿不想死。领克，哎妈，6.85。奇瑞路，奇瑞，30的，这方向盘应该都这样的。哦，这车，领克的车挺好看。是吗？给档位，仿皮的，哦，这车颜色挺骚啊。中控台不行。北汽，北京的使车不小。这内饰，红的，暗红的意思。VV7，不行，车里，结束了，没啥进的，就走了吧，没啥好说。卖，主要是卖车。就到那走。没什么车，车太少了，房车都没有，连房车都没有。好了，这次来比较失望了。看到什么？